提拔你当家上海，把他欢迎准点秀文胜利非移动方言生活福利栏目，有上讲百分之百是你芝麻油特约播出的提拔当家。大家往下子就跟大家见面了。听香运动的人，更多精彩就在今夜的提拔当家。啥些那个呀？今夜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可点？ 秋冬减肥有方法，减肥好过不得办。考研爆粉要尽力，高配寒浆好过期。虚拟微博人流行 ，AI 六点胡杏林。天气现在慢慢是变冷了啊，大家是不是感觉减肥啊变得有点是困难了？哈哈，没关系，今天个节目啊就跟大家想想办法。能想晓得秋冬期间老样减肥好过才会好呢？那么说，接下来要照顾明天了，做人干什么嘛？ 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指出，近年来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的患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成年人的肥胖症患病率达16.4%，肥胖症已成为我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在6到17岁的青少年儿童中，超重率和肥胖症患病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和肥胖症患病率分别为6.8%和3.6%。 北方地区的肥胖率啊要比南方要高，再一个就是西部比东部要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群的分布，现在啊就说，越来越向年轻化方向一个扩散，原先可能主要就是中年人，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像快餐饮食啊，还有一些高热量饮食的一些出现啊，更普及一些，所以说现在青少年的这个肥胖越来越多，肥胖啊目前面临的这个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作为多种慢性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肥胖症已成为我国6大致死致残主要危险因素。到底该如何科学减肥？此次指南也明确了肥胖症的治疗原则：肥胖症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减少蓄积在体内过多的脂肪，降低肥胖症相关疾病的发生风险。减重过程中需关注脱水及少症和内分泌系统的变化。 建议每3到6个月对减重效果和代谢指标进行评估。我们第一点要行为干预啊，要知道什么情况下，要吃，并且吃多少啊，要有个量，具体吃的种类，这个要判定。第二个就是营养啊，其实总的我们饮食一定要控制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一般来说男性啊，基本上就是1500千卡左右，女性的话一般是在1200千卡左右，这样一个能量总的一个控制，再一个就是运动。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啊，就是有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呀，像药物治疗啊，手术啊，这些办法都是可行的。进入深秋时节，如何通过运动科学减肥？专家建议，减重目标应进行分层设定。对于大多数超重和轻度肥胖症患者，可设定为在3到6个月之内，至少将体重降低 15%到15%并维持；对于中重度肥胖症患者， 则可设定更高的减重目标，总体要控制强度，循序渐进。比如说，不要对身体造成过大的冲击，尤其是垂直的这种冲击，它会造成我们的膝盖啊、腰椎啊有受伤的风险。因此呢，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些运动强度相对较低的，比如说，超慢跑啊，无绳的跳绳啊、游泳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如果你做的这个强度比较大，确实是有受伤的风险，同时呢，也会 对我们的心肺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压力。此外，陈兆清也表示，秋冬季节气温降低，运动前要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时间最好在白天阳光明媚、气温适中的时候进行，可以选择上午9点以后，傍晚5点以前。 锻炼时也要注意保暖和充足的水分。有研究表明，我们的运动时长不能低于15分钟，否则呢，运动的效果就大大降低。心率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0%到80%，啊，如果身体能够承受，运动时长尽可能延长，每一次的时间控制在40到60分钟。短期的快速的减肥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包括内分泌啊、消化系统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要有一个久久为功的思想。 长期的系统的锻炼下去，才能取得一个好的效果。希望大家不要度过个很冷、以及懒惰打扮，坚持不懈的想着自己减肥目标，努力向前，相信大家都可以收获一个完美的自己，拥有一个美丽健康的秋冬。好，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广告，广告是要更多精彩，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家栏目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赞助播出。自强办法动心也带不动，好家好玩好狗的都在提拔通家广告词分一分的。根据相关的数据研究啊，我国拥有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当中，睡眠障碍发生的几率啊，约等于30%。青少年睡眠障碍发生率约为56%，可以哇。睡眠障碍在现代生活当中，可以哇是相当普遍，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也是特别的大啊。与此同时呢，告诉我们哄睡神器还是层出不穷。睡眠禁忌也在悄然兴起。睡前一小瓶就能让你进入状态的一镜睡眠口服液，怎么都睡不着。没想到贴了它之后，几分钟就进入关机模式了。打开电商平台，各类睡眠产品让人眼花缭乱。从常见的褪黑素到晚安贴、睡眠仪等，种类丰富，销量火爆，深受不少失眠人士的喜爱。每天就是睡不着，然后睡不着呢还会掉头发什么的。拼多多上面的一些什么胶丸什么的。以前了解过，但是不敢用，他说害怕有副作用，就是晚上睡觉睡不着，眼睛觉得要睡，但是心沉不下来，吃了药以后能睡4-5个小时。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4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显示，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00后、90后主要困扰于入睡困难，成为熬夜主力。医生介绍，层出不穷的睡眠产品只能对助眠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无法从根源治疗失眠。褪黑素也好，什么伽马氨基丁酸也好，这些的话我不建议大家使用。褪黑素呢，明确的是用于睡眠时相的异常，而不是失眠。伽马氨基丁酸的话呢，那它在使用的过程中虽然是个保健品，会有很多的副反应，然后至于我们说到什么睡眠枕头啦、睡眠床垫啦，治疗的基础上我有条件去使用一些这一些是有好处的，但你只是说这些东西能治好我的失眠，我觉得不现实。医生提醒，造成睡眠障碍的原因有很多种，必要时需要进行医学诊断，不能盲目使用网络上的睡眠产品。想要获得良好的睡眠，一方面需要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保持睡眠作息规律，同时优化舒适的睡眠环境，如卧室的温度、湿度、照明等，结合自身的体征选择适合的寝具。另外一方面要做好睡前准备工作，远离电子产品，睡前不做剧烈运动，听听舒缓音乐或阅读书籍。失眠的原因呢是千奇百怪的，既有这个生理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我们只有去通过了睡眠医学科的充分的这个问诊检查之后，明确了自己的原因，才知道什么样子的治疗更适合自己。能看到的各种各样改善睡眠的方法呀什么的，我们也要仔细的甄别，不要这个花冤枉钱，甚至说花了冤枉钱还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危害。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造成睡眠障碍的原因呢有好多种，必要的时间呢需要进行医学诊断，不能盲目的使用网络上的睡眠产品。而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保持作息规律，比使用这些睡眠产品有效的多，大家千万要注意。好，休息我们进入到广告，广告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别走开，扎西飞了。放心，绿泰双低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大米只选用新鲜的大米，天赐美食，粒粒新鲜。长康绿泰大米，新鲜的大米。三分马拉松，学三米运动，更多精彩我们接着分享。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体育报道，我下次
接下来爱美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最近呢我们国家发生病的秋阳检验工作当中有恶心鼻子发生病不符合规定，而且涉及到年饭洗发水化妆品等产品，大家一起来关注。根据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在抽检的20批次化妆品中，有19个批次的产品来自广州多家化妆品企业，主要涉及染发产品、洗发水、祛斑化妆品等产品，涉及美思悦、金竹堂、薇妮雅、明凯、凯兰朵、瑞虎等多个品牌。假冒的大宝 SOD 蜜青花香型位列不合格产品名单。记者走访了南宁的一些大型超市，发现货架上没有不合格批次的产品出现，包括涉及的品牌也没见上架，但在线上这些品牌的产品还是能够找到。老年人群体是染发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安全消费者挺关心的。染发膏我是从来没用过的，那 我见很多用那种的话，用久了那个头皮都是长一粒粒。国家药监局的通告显示，染发产品主要是苯超标，超标最严重的一款泡泡染发剂苯含量达到每公斤33毫克，是规定要求限额的16.5倍。而像丙烯酰胺、新铃兰泉这两种不得添加的物质，也分别在洗发水、气垫霜和 BB 霜中有检出。广西民族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医生介绍，苯作为一种常见的有机溶剂，不仅在染发产品中出现，装修环境中也有。丙烯酰胺是一种增稠剂，新铃兰泉则是一种调香剂。这三种物质对人体有比较严重的伤害。苯吸收了之后容易造成皮肤的红肿啊、瘙痒啊，甚至皮肤溃疡啊、坏死啊。首先是一个皮肤刺激，第二个的话呢会造成造血系统的一个损害。丙烯酰胺跟那个新铃兰泉主要共同点呢，危害的话也是皮肤的一个刺激，然后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啊。医生提醒大伙儿，像这几类物质我们通过肉眼和气味是没法进行简单识别的，大家在使用染发产品、洗发水、化妆品时可以多留意皮肤发出的预警信号，来判断这些产品是否可能存在问题。用了这个化妆品，如果皮肤出现红啊、痒啊、痛啊、辣啊，这种灼热感呢、我们尽早停用，然后就必要的时候可以让它拿去送检。选择化妆品，大家尽量选择台品牌啊。好多个车标物质是没有办法通过肉眼或者味道来识别，大家可以留意皮肤是否有过敏等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了不舒服的地方，尽早停用，别个时间还可以拉得及送检。好，问一个话题，随着考研人数的不断增加，考研辅导市场也内火爆，有一些考研辅导机构顺势推出了考研保分班，因此呢，诱导考生购买过程。各种考研保分班到底靠不靠谱呢？宋同学是一名大四学生，今年8月底，他收到了一个名为“长城教育”的信息推送，说可以提供考研辅导。于是他报了一个原价2980元的考研保分班课程，因为是在校生，对方同意先预交1980元。承诺就说保120，但是啥也不管，就说我问他是怎么学，他就说看课看课，旁边的不是南方人嘛，然后说话有口音，根本听不懂，课程就是全是录播的。本以为能助力自己考研，谁知这家辅导机构收完钱就频频失联，承诺的课程和服务都没能兑现。宋同学在9月30号申请退款，可至今未收到打款。他那课根本不行，就是已经感觉就是已经被骗了，然后现在也没动静，那个老师根本就不回你了呀。记者搜索发现，在互联网平台上，一些培训机构打着内部资源、私密人脉、确保高分等宣传语，推出各科考研辅导课程。有些网站还推出初试保分协议班、冲刺押题班等产品，宣称可以考前校内划重点，命中率基本可以维持95%以上。保分班它是169的一个课程，一节课程的话25到30分钟左右，给你一轮各个科目重点难点的复习。报班的同学这么多，如果是没效果的话，报班有啥意义呢？这不浪费钱。
据教育部统计，从2022年到2024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分别为457万、474万、438万。庞大的考研人数催生出了数量庞大的考研机构，一些行业乱象也层出不穷。据媒体报道，有的考生支付了14800元报名保分班，辅导机构收完钱就失联，承诺的课程和服务都没兑现。有的课程复习资料只有几本，印刷粗糙，内容存疑的通关秘籍。考生询问关键的问题，老师一个都无法解答。律师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4条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含有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一些考研辅导机构暗示性保分保过，已经涉嫌虚假宣传。2008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考研辅导活动管理的通知，明确高校教职工不应参加社会上组织的各种考研辅导活动和编写考研辅导书籍和资料，不得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的各种考研辅导活动。因此呀，如果有所谓的内部资源进行内部运作的话，显然属于严重的考试违规行为。教育专家表示，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有些机构在帮助考生收集信息、分析考情、提供指导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也有一些机构打着各种幌子诱导考生走捷径。现在的考研辅导机构充分地抓住了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求学、考学、入学的这样的一个热忱、热切的心理，那么从这个市场的需求和学生的那个内在内驱心理的需求，那么导致这种现象的这种出现。专家指出，考研之路本应是拼搏与汗水交织的奋斗过程，考生应该明白，考研比拼的是硬实力，没有捷径可走，踏实备战才是上策，不要被保分班带偏。我们要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学生自身的知识的学习的夯实与掌握出发，不能完全的依靠于保分班提质增效，而是从自身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刻苦的努力程度出发，这才是我们获得获取未来考研求学的这个根本之路。考研希望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凭借自身努力就拼搏的精神，没有些的捷径可走，也不要轻易到一些可能上去啊，比较有那个保分人了所弥补，要相信自己的实力去付出啊，在考研的道路上用真正的努力以及汗水去书写属于自己的成功，也希望每一位考研好子能够梦想成真，顺利上岸。现在人工智能呢开始应用在各个行业啊，比如说 AI 聊天软件啊，现在是蛮流行的，主打的就是一个虚拟陪伴。那么各一类软件都可以聊些些东西呢，大家对于这种虚拟陪伴又有哪样的看法呢？其实大部分人的手机里就有 AI 功能，但相比于智能陪聊，他们更像是智能助手。在记者随机采访中，不少年轻人表示体验过 AI 聊天软件，但是感受并不好。有用过两三款，就是还是比较生硬，就是其实不太像跟正常人聊天，就是聊着聊着他可能会学一些，就他会接着你的话往下走，他会比较顺着你，程序都是编好的，你他一般都是按照逻辑去走，那是和真人不太一样吧。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以情感陪伴为噱头，推出了各类 AI 聊天软件。记者搜索发现，这些软件包括 AI 动漫虚拟男友、虚拟女友 AI、虚拟恋人等类型，下载量都是数以万计。记者随后下载了一款软件，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众多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 AI 动漫形象，其中不乏一些衣着暴露、描述露骨的所谓擦边型的人物介绍。一些市民对此表示了担忧。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喜欢看动漫嘛，然后呢，他们就会想说想跟动漫里的人聊天，可能会学生年轻人这种玩这种比较多一点。如果说给小孩子肯定不合适。记者随机选择一个 AI 人物进行聊天，发现如果聊天文字有可能涉及不文明用语或者涉黄涉暴力等敏感词汇，将无法发送信息。一些市民也表示，虽然每句话 AI 都会回应，但远远谈不上宣传当中的所谓情感陪伴。毕竟是 AI， 它没有人类的感情，它只是数据推理出来的那种回答而已。个人认为是人和人之间交流比较好一点。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 AI 流电为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啊，这或许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理念以及机遇，也会引发一些思考跟挑战。但是不管落马，我们都要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新鲜事物。好，把另外一种事，过几年呢，随着高考建设的发展，各代高考当中的景色也是各有特色。这里少了一份茶水马龙的喧嚣，但是多了一份脉脉书香的自由。我们今夜就走进高考，去探寻校园高考里的个绝色美景。走进沈阳大学北校区红枫广场，片片红叶在秋日暖阳下迎风摇曳，渲染出北方秋天独有的色彩。来自云南的张进豪专注地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眼前的美景，他告诉记者，就是这片校园秋色让自己爱上了摄影。辽宁独特有的这些景象在我们云南是看不到的。我平时呢也拿着我的相机呢，就出门在校园里面捕捉一下这些校园里美丽的景色，给我们的家人看一下，让他们知道我在沈阳过得挺好的。漫步沈大校园，处处都是迷人秋韵，图书馆、中学广场的现代时尚，博物馆、人工湖的自然风光，都在秋色加持下多了一份宁静温暖的味道。同学们三三两两徜徉在橡树林中，呼吸着草木芬芳，欣赏着深绿、鹅黄、淡橘、焦糖汇聚成的斑斓色彩。这个秋天比我家来的要早一点，我们学校它那个绿化做得很好，然后它这个黄色的树叶很好看，树叶掉地上会响，像小时候一样。在辽宁大学崇山校区折经楼东墙上，层层叠叠的爬山虎已经从碧绿染成了酒红，校园中那条银杏路也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金黄的银杏叶挂满枝头，不时有喜鹊穿梭其间，连片的树丛中还可以看到串串红果，提醒人们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感觉是非常的惬意吧，就是每次走到这个银杏路吧，就感觉秋天这么一晃啊，挺有氛围的。在这个秋天这个氛围里，这个凉爽的季节，还有在辽大这个学习环境里，让我感觉很幸福和放松。像我从山西来到沈阳呢，就是感觉这里的气候非常的分明，银杏树这灿烂的秋景跟我们热情的沈阳人民啊，他那个性格特征是非常吻合的。我希望沈阳的秋天灿烂温暖。相信大家都为北国风土特的景色啊所打动，也会勾起我们对校园生活的无尽回忆跟美好的向往，期待下一次的相遇，发现生活当中更多的美好。美食的世界总是充满了无尽的美丽，今天我们要开启一档品美食、享智慧的旅程，且一个美食的宝藏之地——淄博，这里有香气四溢的烧烤，鲜香唯美的黄河泥捏。啊，还有各种让大家后头留香的特色小吃，一定会让每一个家伙都得到充分的满足。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深秋的夜间烧烤摊热闹依旧。烧烤店负责人曹磊又到了一天当中最忙碌的时候。说起淄博烧烤，曹磊的烧烤店在业界知名度颇高，代表淄博烧烤特色的淄博小三样。小葱、单饼和甜酱在这家小店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特别是单饼卷肉的搭配设计，既能饱口福又能饱肚子。在这里，烧烤店服务员端上桌的烤肉实际上只有七成熟，剩下三分留给食客们在小烤炉上自由发挥，寻找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抹火红。淄博烧烤以自己的独有特色，不仅吸引着外地食客，同样也吸引着外地厨师前来取经。来自湖南怀化的小伙子吕汉特就是其中一位，在淄博烧烤界浸染了六年的他，现在已经掌握了淄博烧烤的精髓。这个东西学无止境的，谁能说，学得到底啊？不可能的，还是在学习的路上。淄博烧烤好吃啊，而且这边咱这种炉子这种特色，我也想带回去。肥瘦相间的烤肉滋滋冒油，淄博人会用圆饼、小葱和甜酱把烤肉包裹起来，
在手指和手心还能感受到烤肉里的油脂不断迸溅，把它们一起送入口中，就能进一步感受那舌尖上的软嫩，瞬间唇齿留香。烤肉、单饼、小葱和蒜蓉酱四合一体，就是淄博烧烤展现独特魅力的时候。现在呢，打造淄博这个活力淄博、魅力淄博，啊，鼓励大家出来消费，对我们的营业额也非常有提升。不仅烧烤独具特色，高清美食同样也是风味十足。位于高清县东部的蓑衣凡村，紧邻天鹅湖曼城和黄河安澜湾景区，是引黄济资工程必经之地。村庄周围三面环水，有4000亩生态自然湿地，湖塘星罗棋布，湖尾满地，荷叶连天。在这里不仅可以观光玩水、赏生态美景，还可以走进农家乐品尝特色美食。此刻乡村人家农家乐的店主刘维清正在厨房里忙活着。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呢是麻辣小龙虾，这个虾呢是往本地的清水养的，还有一种口味呢也是蒜蓉的，十三香的都可以做。我们这个店呢，这是比较受欢迎的菜。说起蓑衣凡的美食，自然少不了当地的鱼和虾，这不仅是当地的特产，更是来游玩的游客就餐时必点的特色菜，深受游客的喜爱。星期天领着孩子坐坐船游游水，上农家小院吃点饭很舒服，那味道也好，有家的感觉。你像这个小龙虾啊，蓑鱼啊，黄河鲤鱼啊，都很好吃，整的味道多的味道都很好啊。我们现在店里准备的是野生鲤鱼，还有野生蓑鱼，野生小河虾、清水龙虾，欢迎大家来玩，来品尝美食吧。我们的美食之旅啊，才搞一个段落的。淄博的美食是不是让人后头流了口水的？哈哈，记住这些美食，还是到了淄博，跟前面那一种美食的邂逅，保证呢不虚此行。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头晕、头痛、胸闷、心慌，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请及时清血。血液清，血管通，心脑才好。头晕、头痛、胸闷、气短，要注意红血不清、血液粘稠，导致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等症，千万不可大意，一定要及时清血。清血8味片，专药清红血，祝您红血清，心脑好。清血8味片，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的药物，荣获国家发明专利。清血8味片专药清红血，祝您红血清，心脑好。梦奇药业。要知道贵以专，专更对症，病之治重在源，治病必求于本。就像舒筋健腰丸的诞生，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陈李济中华老字号，始创于1600年，400余年专研中药，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成就了舒筋健腰丸的专药专治。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症，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古方正药，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济世出好药，传承400年。好了，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把再见了。这里是闽南重点，把重点奉献，有上港100%纯芝麻油，特约播出个提拔通告。我是阿志，明天这个节目更精彩，锁定广西有道，开心快乐看提拔。明天再见，拜拜。
春天搞辰光，总春天搞三个门四个门，那这个里向个就才熟的。今朝要烧玉米糕吧，应该三十个的吧？打打清爽，刚刚打弄那个锅巴要打打清爽，玉米糕吧。